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巨石山187-201-5457元神 5.0 纳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全能物加桃匣加全成就加探索度 100% 加传送点一条龙全收集路线。我现在来到这个龙爵坡下方这个副本这里，然后在开始前大家建议换比较强烈的阵容啊，这一批打怪部分比较多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副本之后转向西南方向，地图组的下方解魔附成这个狐狸，然后往西南方向地图组的下方一往前勾过来。好，再前往这个木板上方，这里有个钩子勾上来。好，有这里切换形态青王冠来拿宝箱。好，然后这里我们重新这个附成无生性，然后转向西南方向地图组的下方自己勾下来。那下面这里也有一个镇守青王冠来拿宝箱，然后再重新这里附锁 B， 然后转向西巴丢左边就送个钩子勾下，然后左转。好，然后再转向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，再喜欢这个悬崖上有个传送点，这里我们先抓住石头上，然后等一下这个 CD， 然后这里直接勾上去，来开启这个传送点。然后我们转向东方向地图右边自己往前勾。好，在前方这里帐篷旁边有一个镇守，来这里上完青下怪青王怪能拿到宝箱移住。然后我们转向东北方向及地图右上方就自己往前飞，在前方这里还有一个帐篷，就是原众镇守青王怪能拿到宝箱，然后东北方向就地图右上方，自己跳到这个峡谷底下，然后朝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自己朝这个山洞往里面走。我不输我无意，无必心机。在墙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闸门。好，在这里有个宝箱，这里靠近出怪。你好，青王怪拿宝箱，然后北方向地图上方散落的财物，这里我们打他附近往前飞，接着这物手边就三体，我下方看了，下方这里有个神通，然后我们从左边这里跳下来，下面这里有个原众镇守，青王怪来拿宝箱，然后这里可以开出一把钥匙，一尺青，然后旁边这里有个马车啊，就是要开这个马车用了。好，这里会放出一个这个狐狸，这里附着一下。好，然后朝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，这里沿着前方这个管道往前走。好，这里的话往前勾过去，在前方这里楼梯底下左边这里有一个石盒。好，然后这里爬上来，这里继续往前走。好，这里管道它断掉一点啊，然后会掉到水珠，这个水珠我们一会再捡啊。这里我们先跳到对面。好，这里我们再回头挤下这个岩浆湖这里的这个水珠，自己捡一下。好，捡起来之后我们再然后在闸门旁边自己放下去。好，这里进来开启这个地下传送点，然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自己往前走，顺着小路走到这个尽头会有一个这个奇馈宝箱。好，开启之后我们转向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这里抬头，这里我们要贴到对面这个平台，那个平台上这里有一个金翅宝箱。那开启之后东方向地图右边，这里我们要贴到对面这个管道上。好，在这里要等一下 CD， 然后我们再转向这个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，这里我们这里往天上二段跳，然后这个建筑上方在这里有个宝箱，开启了之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。好，这里我们切人形态自己往前飞，这里我们要进到前，这里我们要进入到前方这个山洞，这里走到头之后有一个镇守，这里先打下这个胖子青王怪来拿到宝箱，然后我们坐向西南方向从地图左下方
在这里有一个小龙啊，我这里追上他。好，这里过完对话之后啊，在旁边这个石柱这里有一个引线啊，我们这里先按 T， 按 T 摇这里，我们拆下这个引线。好，然后手上之后啊，我们这里先切这个人形态，先跳过去，然后右转，然后刚才拿宝箱的位置，然后左边这里我们先切到这个形态。好，然后这里顺着钩子往西北方向钉入左上方钩上来。好，拿到神通，拿到神通之后啊，在这个右手边这个角落这里有个石盒。好，然后西南方向钉入左下方，那这里有一个小水珠啊，这里等一下再拿，先拿到这个箱子这边，把我们这引线性给安装上。好，安装上之后啊，我们这里按一拉一下，这里再拉，这里要卡这个闸门。好，然后这里我们再去捡一下这个水珠。好，然后这里我们从这个山洞这里出来，然后往前走，这前方有个镇守宝箱啊，这个我们一会再打，先放这个水珠。好，这里右转。好，这水珠就在对面这个建筑物这边，然后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水珠啊，这里我们先把周围怪先清一下啊，上要清，别闹，没时间了。好，这里清完怪之后来开启这个宝箱，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如起必极光片浅，这里楼梯上来，拿下我们刚才经过的这个镇守，然后开出一个钥匙啊，在前方这里有个马车，我开下这个马车。好，里面是一个宝箱，开解之后南方向地图下方往前走，顺着前方这个楼梯这里上来，然后往前走，朝着这个西方地图左边，这里我们贴着右手边啊，贴着右手边这个山体可以绕过去，在前方这里有个楼梯，水色楼梯这里爬上来，在这里有个符文，我们这里切换。好，切换之后我们再转一下这个西方地图左边，在空中这里有个闸门，这里勾过去，在这里是一个神通。好，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坐下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，这里出来之后马上按一勾过去。好，在前方这里有一个水珠，捡起这个水珠，然后这里再回头往北方向地图上方，这里爬上来，然后往前。好，把我们这个水珠放到这个装置出，然后我们这里出来之后我们这里回头把这个水珠这里拿过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转向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，把这个水珠放到另一边。好，然后我们这里走过去，这里我们来关闭这个阀门。好，然后这里需要清怪，清完怪来开启这个宝箱取财友，然后我们抓下这个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里往前走，我们必行机。好，这里盖华丽板上开出了一把钥匙。好，这里楼梯上来，然后继续往前。好，往西方向地图左边，这里朝这个右前方看，在这里有一个马车，这个钥匙就是用来开这个马车用的。好，这里会解救出这个蜥蜴，我们这里附身，然后朝着西方地图左边往前游，对，我们碰一下前方这个发光点。好，然后这里我们全程不要动啊，在飞行途中会捡到一个神童，并且这里出来之后会有一个宝箱啊，如果你快到的时候你按了它，那个宝会消失啊，这里一定要是完整的过程。来开启这个宝箱，这里切换这个形态，
往东北方向，地图右上方，往对面这个悬崖这里飞过去。这里我们开一下前往这个传送点，然后这里的宝箱门后面再拿，这个放后面路线。